大家好，我是哈士奇，是一只哈士奇。今天是2012年的最后一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说老哈，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希望一灯能突破2000订阅。算了吧，就他。嗯，没事儿，我刚被盗。嗯，好险，哪有人做的自己入境的？他是作者，当然他说的算了哦。说的也是，不过说到这个新的一年嘛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希望之后常常有我的戏份，毕竟我才是主角嘛。我才是主角吧？主角怎么可能会是一只狗？主角为什么不能是狗？我出场率比你高哎。再说，我觉得老奶奶戏份都比你多。切，那个老太婆哪里比得上我？你们两个是还不快去新年大扫除？愣着干啥？快去！是。于是，一灯宇宙又度过了和平的一年。可可。